恐怖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月黑风高的夜晚。他是被谁绑来的不重要，重点在他一定要先昏迷再清醒，然后就会发现有一台电视机。You don't know me, but I know you. I want to play a game. 一个黑影闪过，怎么夺魂剧变成真三 D？ 福尔摩斯，谢谢你。古人云，成大事者必先学会通权达变。福尔摩斯用机智解救害怕的故事主人翁。不过究竟这位现代福尔摩斯是谁呢？11月12日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